舞动梦想家的参赛者拥有不同类型的舞风，为了要进入决赛，他们可是使出了必杀技。宇真是他其实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位表演者，我像我在就是评的时候有说的嘛，他 wonderful colorful 和 beautiful， 他完全就是很完美的一个演出给我们看。我觉得建成是一个很爱搞笑又很厉害跳舞的人。我觉得建成跳舞很 man。 其实我们完全投入在他的表演当中，他有把那个眼神丢给观众，有抛媚眼啊怎么样的，所以我看了我是很开心，因为他有把我们主任们讲的话给听进去。对， The Dolls 他挑战的就是有印度的再加中国风，这个是很强的东西，那证明他们其实会很多不同的风格，所以很期待他们的表演。第四季孩子王星期日晚上9点 Astro 小太阳325频道，孩子王梦想起飞。